俊业，对不对？我家有一张卫生纸，你帮我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往前走一点，有问题吗？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任何问题，对不对？现在要跟你玩个游戏，就是我会把卫生纸藏在我的左手和右手之间，猜猜看在哪里，猜得中，奖金一万块。一万块，就一万块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哦、好好好，来，站在我右边好了，这样子才不会有太阳。来，我给你倒一块。好，你拿着，拿着，放到我手上，猜猜看，注意看，握起来。现在放在右手。好，好，右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觉得在哪里？你确定？在左手。这是左手，确定？你们确定几万块呢？好。没有啊，裸体啊，在右手。你看这个很简单、啊。你想太多了，你想太多了。对啊，放松，放轻松。再来一次好了，小朋友第一次上台比较紧张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嘿嘿，很正，拿着你拿着。拿着，再看清楚。我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你拿放在我右手，好不好？我慢动作，我握起来。注意看哦，一二三，在哪里？你觉得在哪边？还是在这里？你觉得还是左边？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大声讲，在哪一边？这一只，左边，左边没有啦，还是在我的右手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用猜的真的太难了，我们再给小朋友一次机会好了，好不好？几万块呢？哇，方俊杰今天大方送，好，卫生纸拿多一点好了，对对对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啊、你太紧张了，擦擦汗，啊，好，拿着拿着，啊，用猜的真的。太困难，因为小朋友年纪还小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十二岁而已。对，我做什么你跟着做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了啊。好，我立正站好。立正站好 ，Attention。对，撕一块卫生纸。撕一块。右手拿着。用右手拿着。一块一块。来，往这边。对，右手拿着。康俊老师跟你讲，对，右手拿着，好。手伸直。手伸直。脚打开。脚打开。吹口气。吸一下。转个弯。转个弯。弯。放到口袋里。放到口袋。有没有口袋？没口袋，这边。有口袋啊，有口袋。这边后面有。好，后面有，后面有。好，放在后边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再一次哦。来。喂。好。来来来来，好，还我做什么要跟着做哦？吹口气。吹口气。再吹。啊！啊！把卫生纸吞下去。你要吃吗？你不要吃，一万块就没有了。好，是啦，弟弟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一万块呗。我吃，我吃。几百块，你看一下。没关系。正常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。很危险。因为我有练过，好不好？那给他吃，给方俊杰吃。来，掌声一下，我全部吃进去。哎呦，好不好？黄叔叔会不会怎么样？黄俊杰，你知道不？哇，2008年第一个奥斯卡魔术冠军，台湾之光，来注意看，这一刻大家注意看啊，不要闭上你的眼，注意看。哎呦，怎么又粘在一起了？赶紧拉一下，哦哦，变红色 ，Oh my God！ 鼓励，掌声鼓励鼓励，不会吧？好厉害哦！汤立宪老师在你滚得该垮的，这魔术你看哪样？哇，谢谢，真的变彩色的， yeah. 哇，你看一下。好了，虽然我小朋友呢办不到一万块就飞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有安慰奖，好不好？什么安慰奖呢？你喜欢我的口水吗？啊、不喜欢，哈哈哈，开玩笑的，来。折个气球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我除了是魔术冠军之外啊，我折气球功夫也是。折气球功夫一流的，对对对。好，来个气球。现场，告诉我一个你喜欢的动物，我折出来送给你。你喜欢什么动物？狮子。狮子，狮子是不是？有办法吗？你要不要换一个？黄俊杰，这个狮子高难度的，我帮他不？要换一个吗？要换一个啊！人真是好啊！再选一个，什么？小狗。小狗，你太看不起我了，说小狗。困难一点，困难一点。给他恐龙啊 ，dinosaur， 给他考倒。什么？小狗比较快。小狗比较快啊！哎、啊、哎、啊啊，没有，其实好了，不然就狮子好了。狮子我真的会折。狮子哎，可以是不是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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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为什么老师跟你讲，你是美国哈奥斯卡你的魔术冠军。这边有一袋气球，对不对？来，气球送给你好了，你自己回家慢慢折啊，好。啊，没有，开玩笑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选出一个你喜欢的颜色。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。狮子是什么颜色？狮子。
对，可以随便选哦。What color do you like? Oh, orange. Okay, 橘色。他喜欢 orange。小朋友学过折气球吗？折一只狮子呢，会用到三个气球。我手上的气球是第一个。三个气球真的可以折一个狮子啊？对，真的可以。哇，我也是通灵圈老师第一次看到啊！哇。来，帮我拿这一下，哎，非常好，好好好好好。弟弟，你怎么没拿？接下来我们要拿的是绿色，因为狮子是什么？我在草地，对不对？那么橘，气球呢？不，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你把它变不见了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很多气球，还有很多气球哈，这样拿好啊，弟弟。对。好，好，冲个七。好。来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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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很聪明哦，哈哈哈！啊，我真的绑，我真的绑，你可以放掉，放掉，放掉，我真的绑起来。太吓人，人家拿着要拿那里，这懂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林俊业。林俊业啊，好棒哦！